你们女人生起气来，简直太要命了。我们女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有话里有话呀。如果咱们俩以后生气，你可千万不能跑出去啊！要跑也是我跑，我怕你冻着。你为什么要惹我生气啊？我只是说如果，我怎么会惹你生气呢？我都不舍得惹你生气。 咱们俩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嗯，你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真的话，你会去哪儿？